量上，哎，再做一下，哎，对，对，嗯，对对对，慢一点，下沉的速度和起来的速度是一样的，啊，下沉多少，起来多少，哎，下起，对对对对，嗯，好，而且你这个手势是这样上，啊，现在就对，一转就翻身，啊，一转就翻身。对对对，不要向外向下，手心向下就行了，不要向外。啊，好好好，动作慢一点，柔一点。嗯，好。睁开时间到了没有？今天上来了，嗯，还差一还没分钟。到，天还没到，啊，还没到，再等一会儿啊。做慢一点，动作都做到位，与肩同高同宽，好，下沉，捋中带按，到胯的两旁，手指微向内，屈腿上横开，手从这个地方上来，是不是把自己捧住了？是不是？好。屈腿上横，啊、哦，这个手呢很自然，哎，就跟着身体下沉，转身摆脚翻手，手心向下，啊、哦，移重心收腿抱，上步要从这个脚后跟，可以回转身上步啊。再转身扣脚，横靠，看啊，这个脚，左脚的脚尖在右脚的脚心上，脚心这个地方，所以说你要从这个后面上步，上来以后一扣脚，正好在左脚的脚心的地方，横靠，这儿要有感觉那么靠，好。转胯松胯，转开胯松，啊，拧腿上横下按，啊，右横下按，走蹬后腿推上来，这个胯呢要往回走，现在不是这样吗？蹬的时候胯往回走，嗯，把来。勾，捋，左手快一点，右手在四十五度啊、哦，西南的方向。看，转身翻掌，转身两个手翻，手心斜向对，但是不打手。好，蹬后腿向前捧，两手想合啊、哦，不要做成这样。身体和腿啊是一个斜线啊，这个腿看没有钉出去啊，撑住就行。嗯，好，展臂向前舒展，移重心，手心慢慢相对，下按，但这个背有点撅，向后撅这么个意思，走。松前腿向前按掌，看也不要做成这样，按，手掌根在脚尖的前面，松，转腰扣脚，重心不移，好，到这里以后屈臂很自然，不要架成这样啊。很自然，屈回来转，向外捧，勾手转，这儿有一个转，上步，移重心转腰按掌，脚蹭根，啊，蹭根啊。我们昨天就讲在这儿了啊，这个镜子绕着搞，实际上脸高与肩就行，嗯，按掌。手心斜向前，
这个呢，腕要勾起来，吊起来，不能做成这样，要吊起来。好，大家都来了吗？看看。嗯，好，我们时间到啊，上课。好。大家好啊。好，我们前面上一节讲的内容，我们再做一遍啊，做一遍。最后咱们连珠再打啊，连起来再打。好，我先这样，跟着我的口诀做啊，做慢一点，把细节都做上啊。好，起势。起。落屈腿上横，手到腿到啊、哦、转腰摆脚翻手，移重心收腿抱，转身上步，扣脚移重心靠，以重心靠，好，松胯，零腿上步，左横右横，左手按在下面，好，松前腿向前捧，展臂旋臂旋臂，手心斜相对啊，不要靠在这里啊，肘和膝盖要合上，好，后坐，转腰，再转腰斜臂，手心斜相对，好，蹬后腿向前，胯也要转过来转正，嗯，好，向后，手心斜相对，不要太低，拉起来。拉起来，按向前向上送，嗯，腕与肩同高，腕与肩，你不要走这么低，也不要走这么高啊，腕与肩同高，好，松手，转腰扣脚，屈臂，转身捧，拎腿上步，移重心，转腰按掌，这是我们上一节上的内容。大家做不到不要紧，关键是要能记住啊！记住以后，平时练的时候练得慢慢的，我做一遍，大家再看啊。嗯，把这都记住啊，记住以后才能做好。慢慢的起，很柔和的落，不要起起啊，起，嗯，落，屈腿上捧，我的腿到手到，转身翻手，移重心收腿抱，微转腰，不能呼的转啊，上步，好，横，松胯，零腿，上步，按掌，好，走，旋臂，后坐，转腰，再转腰，旋臂。按着，松，转腰扣脚，扣，争取把它扣到90度正前方，屈臂啊，不要夹着，屈臂转，勾手，上步按着。要寸根啊！好，我们上一节就讲在这个地方了。下一至
起手上势啊，起手上势了，扣左脚，松手，这个扣多少了？扣一点15度啊，嗯，看到，扣左脚松手，一重心合，拢都是一样的啊，一重心合，上步向上送，送的时候有个什么问题呢？送的时候有的看，送成这样的，为什么会送成这样呢？就是这个，你看，你的脚膝盖跑在这里，膝盖找脚尖儿，它就不回来看，膝盖一找脚尖儿，它就跑不上去了啊。我们再看一下啊，你也摸索一下看，好，扣脚松手。和上步松手，看这个王凯一打就跑不上去了，就止住了啊、哦。那么这个手心呢是弦，45度向前按啊、哦，向前按。这个手呢在这个肘这儿、护这儿啊、哦。好，再来一遍，大家看啊。扣脚松手，收上步按住啊，向上送，看这个膝盖往开一打你就跑不上去了啊。那这个手指有多高呢？手呢和你的头额头一样高，不能跑得太上，也不能太低啊，哎，这样就行啊，这样就行。好，大家跟我做一遍啊，跟着口诀来啊。好，起单边，单边，嗯，做好啊。好，扣脚松手，一重心合，上步按着，膝盖往开撑，看膝盖和你的脚尖是一个方向啊。膝盖和脚尖一个方向，不能往紧扣，要打开啊，这样就撑住了。嗯，这样就撑。好，这是第一啊，这是我们起手上势。下面一个动作，好，我再做一遍看啊。嗯，扣脚松手，一重心合，转身上，膝盖打开，往开。哎，开胯，嗯，开胯，好，下一个，一重心收腿抱，斜放步，在原来的位置上，斜放脚，好，一重心靠，啊，一重心靠，原来是这儿靠，向后，啊，微转腰斜臂，啊，不要转在这里，啊。我这现在是靠我的身体了，震动啊，震动，然后微微的看，微微的旋臂起来，再转身向上，把腰往起拔，腿没有起来啊，而是把腰往起拔，两腿都是虚步啊，两腿都是虚步。重心在前脚掌，哎，腰往起拔。好，再做一遍啊，起手上势啊，起手。好，一重心收腿抱，斜放步，一重心靠，微转腰斜臂，微转腰斜臂，再转腰亮掌。向上撑啊，这个手是向上撑，向下按，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对拉啊，这样一个对拉，一个向上，一个向下。嗯，我向这个方向看啊。好，重心倒过来才能拧腿，斜上步，这个手起靠。看我这儿没转腰，
我这样就是重心倒过来，转一点儿啊，不要转的太多。回转腰，斜臂拔起来，上步上撑下按啊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腰拔起来了，不是这样拔起来。好，跟着我做一遍啊，跟着我做。走，重心移，重心零腿，转腰斜放步，好，移重心，回转斜臂，再转向上，腰往前拉一下，上撑下按，好，这是白鹤亮翅啊，白鹤亮翅。好，我们把我们几左的几个都连起来啊，连起来，单边，从单边这儿开始，单边，好，扣脚松手，收腿合，上步向上按，移重心收腿，斜落脚，移重心靠。回转腰斜臂，再转腰上撑下按，腰拔起来啊，这个腿是虚的啊，不敢做成直的啊，所以呢腰拔不是腿拔。好，大家把这两个预习一下，做一下让我看啊。没有什么啊，好，大家做一下。慢慢的把这个口令记住啊。对，坐。牛奶要吗？喝了吗？没有。转腰的时候微转腰啊，斜臂，微转腰斜臂，再转啊，很好，好，很好。再做，啊，可以可以，薇姐跟吕教授是可以，得看对面这几个，啊，得看这是个谁来了，啊，小曹，小曹的手不要太翻，不要向上翻，啊。微微的向前，不要向上啊，不要向上，对，撑，但是不要这样撑上去啊，这个上面往上撑，哎，对对对，老张，手心不要向上，小曹，手心不要向上，向前，好，去天脸投资投资。啊 ，Mandy 做的对着了，好，可以可以，那个秋天那些啊，你们的这个。摄像头只能看到上面，不能看到下面啊！黄老师，还有徐小红，慢慢做，就这样慢慢做。这个秋天这室外只看到上身，只看到上身啊，就是只看到上身，光看到你两个胳膊在那儿样了，啊，这下可以了，
这下我们都只能看到上身，看不到下身。可以的，徐小峰，看我这看到学生吗？徐小峰，你能看到大半身？看到了，对不对呀、啊嗯？你那个胳膊就看不到了，光看到你的那个。哦，往后退一点呢。哎，对，对你给李老师看。对。不是，我都看到你们，我才腰纠正了。再转腰，哎，我两转腰嘛，儿子，看到啦？看到了，这下看到了。再转腰，这个再转腰，嗯嗯，看到了，嗯，打出去，靠出去，不是打出去，靠出去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看一下，我还是，嗯。嗯，那个看到就这个转啊、哦，转的有少有点点大。这个远能看见。哦，你的远看得到。我这只身体基本上就成了正东看，靠，这个时候微转，一转就斜立，再转成正东向上。小曹的手变成这样了，看见了吗？手心不要向上，向前，哦，向前，再往上撑，不要把手反上去，哦，这是小曹，这是这个啊、哦、，Mandy 了有这个问题啊、哦，看，这不是成了这样，注意看啊，这收的时候啊、哦，就看单边看，收的时候不要屈臂，就是这样一个合，哎，看。整个是这样合回来的，不是曲臂啊，这点要注意啊。看啊，这样看，扣脚松手，我就这样合，然后上步送，把这个手打开。这还有一个啊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，吊腕，这样就不好了啊。我就这样向上啊，看手就这样合上来，斜看。手心向外啊，合，我就这样合上啊，一个是不要屈臂，不要掉这个腕儿，再来这样啊，不要这样。总的来说好着了啊，总的来说好着了，嗯。好，我们再做一遍，做完以后我们讲下面的啊，单边跟着我的口令走，慢慢的啊，好，扣脚松手。移重心和上步向上松，好，膝盖打开，两腿都是松的，好，好，移重心抱，斜落脚，重心移过来，微转腰斜臂，再转腰。腰拔起来啊，腿还都是虚的，腰拔起来，这个手是这样向上松，而不是这样啊，向上手心向前，嗯，很好，大家都做得很认真啊，做好以后，大家把这个都做标准以后，我们练出来才能练出那个感觉啊，练出那个感觉。好，下面是什么呢？下面是。搂膝傲步，三个搂膝傲步，我的面朝这儿写给大家说的，大家啊，向上不是这样拔了吗？啊，然后微下沉斜臂，看我这个手是这样的，我下沉的时候看，就横着斜臂来，然后转腰侧肘打开，虚臂。转腰向上松，这是这个右手，看啊，看，我是这个样子向上撑吗？拔起来向下沉，看，手悬臂落下来，转腰，手不要太放在这儿啊，就像侧肘，看，侧肘其实就转腰，转腰，手就从，大家就是不会唱这儿。走，摆上去，然后屈臂到耳朵这儿，
转腰向前按，腕接骨头，这是右手。好，看一下我啊，看一下我做啊。按掌，腰拔起来，上撑下按啊，慢慢的腰沉下来，悬臂。这个手下就是头上。手下手上，转腰，看我这个手完全是转腰，不是手在这儿，啊、哦，我在这儿先让大家看啊，来，拔起，好，沉腰沉下来，看一个手下一个手上，手到这儿这么办了，看转腰，腰把臂带过来了，而不是我是这样。不是这样啊，不是手在这儿。太极拳所有的四肢的运动都是靠腰在的啊，记住这点，你打出来的才有味儿啊。好，看下腰下沉，悬臂，一个手下一个手上，转腰摆，我就成了这样了。七。上步，看我这三个手，我两个手腿，看啊，看上步屈臂，横按啊，蹬后腿，看这一个搂，向前搂，不要在这儿啊，不要在这儿，一定要向前搂，别人打你来了啊，你要把他呢拨过，就这个意思。拨过以后，给他一掌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三个动作，这个讲清楚以后，来，大家跟着我慢慢的来走。好，上身拔起来，腰拔起来，啊，松腰，一个手落，一个手起，转腰。摆臂领腿，上步屈臂，好，大家练一下。给老师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给啊，你好，给老师，嗯，嗯。啊哈，啊姐，嗯，哦，那个啥，我给塞上那个水眼洞，我现在在南京呢，我给乔说一下，嗯，哦，在我的家乡呢，南京。在哪里喝？晴天你好，我也在外面，你也在外面。嗯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对呀，在外面。你外，你是发在群里面。我也在外面。啊。因为我们小孩都在上网课，家里面是不能出声音了。两个小孩上网课。就是，我们也是的。哎，上班的上班，所以四个人他们都在家里面，我就出来了。对，嗯，幸亏还好，我是戴的耳塞。对对对，来来来，啊，再做啊，跟着我做啊，看把这个细节做出来啊。我们这次就是说的都是细节。嗯，好，我们是腰起来，腰沉斜臂。一个手下，一个手上，转腰带臂开，这样一走，摆臂领腿，摆臂领腿，上步屈臂，这个就按在这儿啊，屈臂下按，松前腿，蹬后腿，按掌，看，手到腿展，啊，你不能是。手到了腿才展啊，都是一样，看手到，看我这样做一下啊，看起上步，看我的腿转腰，手到腿展。
啊，就合上了。你不要腿早早转来，我手还在这儿，我这手到了，腿才转，一定是这样。零啊，零上步，走转腰蹬腿，哎，就正好。我这个腕儿呢，也在脚尖的前面啊，做腕以后也在脚，不要卡成这样啊。好。不要把身体这样凹起来，看我的背和腿是一条线，嗯，给大家说的清楚吧，就这样做啊，照这个镜子把自己的动作做得好好的，来跟着我做啊，正确的方向在这里，好，拔起来，嗯，好，腰松腰悬臂。转腰摆臂，上步屈臂，好，蹬后腿，转腰前按，腿展我的手也展，这个手呢在大腿的侧面啊，大腿的侧面从前搂，搂在这个地方啊，不要从大腿上搂，人家打你的这个地方呢，你在这儿不起作用。一定要从前面揉，好，再看一遍，好，上步向前，看我的这个左手啊，在腿的前面揉，哎，这样就好，好，揉，嗯，好，大家再做一遍啊，走，下沉松腰，悬臂，转腰。起上步，好，搂膝按掌。那么这个手在什么位置呢？虎口对着你的脚窝，不要在外面。看，虎口正好对着你的这个脚窝。好，腕的高低和你的脚是一样高。好，这是第一，第二。摆脚，看这个手心向下，摆脚手心向南啊，或者摆脚手心向里，移重心，转腰用起来，腿拎起来，上步屈臂，搂膝按掌，嗯，好。再摆脚悬臂，手心向内，移重心，转腰屈臂上步，搂膝按掌，我这样正面做一下啊，大家看啊，好，悬臂转腰屈臂上步，搂膝按掌，摆脚悬臂，手心向下，手心向内，好，好，移重心，收腿，转腰屈臂上步，搂膝按掌，好，摆脚悬臂，移重心，收腿，转腰上步，搂膝蹬，好，这儿看见高一点，其实要是这样就正合适啊，但是呢我的这个电脑低一点，所以容易是这样高，哎，这样你看刚好对着我这个哦，肩的最中间，这不是有个窝吗？哎，正好对着这个窝。嗯，好，大家把这个记住了吗？来，跟着我的口令，我们再做一遍啊。好，好，松腰斜臂，这个手起，转腰摆臂，零腿，上步屈臂。
楼席案长，摆脚穴壁，手心向内，手心向下，好，手心向内，不要这样扇啊，不要这样扇，就很自然的学过来啊。好，移重心，转，手在这儿捧着了，上按在这里，老师这样捧按。楼席案长，再摆脚斜臂，不要这样齐啊，摆脚我们就这样摆就行了啊，身体不要齐，重心移过来，转腰，上步，蹬腿，楼席案长，好。前面我们也讲过，再给大家重复一下，大家就习惯了。好了，大家做一遍吧，自己做，根据我的这个口令自己做一下。哎，把这个细节啊，不着急把细节说出来。啊，可以，做得好着。嗯，黄老师，好好做。黄老师正方向，不是斜方向，正前方。嗯，对，哎，就这个正，按掌的时候是正东。对，再看一下啊，细节啊。我跟大家说这个细节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嗯，注意看我的这个手的这个用型啊，起来，转腰，走，看我的左手是不是在这儿捧着呢？屈臂的时候就按下来，啊，捧，第一个是在胸前。上步的时候就按住，哎，这样你就比较重了啊，比较重了。摆脚的时候啊，摆脚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摆就行了啊，摆就行了，不要把身子起来摆，不要这样摆啊，慢慢练练腿功，看，摆，哎，就这样。
不要亮起来一下啊，不要起来。好，我看大家躲的也可以啊，就是有时候这个手回不到这个地方啊，手拉没有动作感觉特别好，这样就走了，这样就是比较自然。看不见你，我伸出上面的啊，回到耳朵这儿，手心向耳朵一转腰，就把它就送出去了。学，那么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看，哦，你看一看就没有个儿，实际上我在想，哎，这儿要抬起来，大臂抬起来，一转腰就把它送出去了啊，一转出去以后，肩是平的，不能做成这样啊，不能做成这样，好，一平就行了。嗯，这个手呢，看，微微的有个弯度，不要做成这样啊，好就行了。嗯，手心先是斜形的做，看，从这儿出去以后，那是别的吗？好，这个我们就讲在这儿，下一个动作，手挥喜卡，最后一个动作，看，搂喜。手挥琵琶，向前重心，一再切，有这样一个切，你看，现在是立掌，然后呢，向前走的时候有个切啊，切，跟多少了？跟半步，后坐，转腰，顶起来，看，先是后坐。先身体向前，移脚一半步，落脚后坐，转腰拧起来，然后把这个腿拧起来，拧起来，放在一个最合适的位置，合，看我的腰，不敢走得太厉害啊，不敢走得太猛，动作都是很柔和的，前。跟半步，落脚，转起来，放在一个最合适的脚跟落合。那么脚前掌呢，也要落下去啊。这样呢，看我们是虚步，两个腿都是虚的啊。如果呢，脚尖翘起来，二十四式这个腿就是直的啊。我们这样虚的。再看，再做一遍啊！好，移重心，切，跟半步，后坐，转腰，把这个手拧起来，然后再转腰，合。这个手心呢，这个高度和鼻子一样高。好，这个的高度，我们前面那个了，手心是斜向前，和你的额头一样高。这个是和鼻子一样高，手心向右啊，手心向右啊，合起来，这个手呢也放在手腕这个地方啊，也放在这个手腕，这个是这样的，这个是这样的啊。好，我们从这个方向做一下啊，好，切，看重心，一移重心就切，跟半步。后坐，转腰，再转腰，合，微微的看，微微的一个合啊，不要用的劲太大啊。再看一遍，啊，切，跟半步，落脚，后坐，转腰，把这个臂拉起来，转。好，落脚再转，脚尖也要落地，前脚掌落地，但是不吃力啊，立足脚后跟，合。来，跟着我做一遍啊。第三个按掌，或者是这个方向，这个方向你们看得清楚，这是我们正常的方向啊。好，切，跟半步后坐。转腰，再转腰，看撑住啊，合，
再来一遍。切，蹬半步，落脚，转腰，再转腰。来，大家要做一做，我都做一下，根据我这个口令自己做一下。好好的。嗯，李教授从左一下，还有那个什么啊，对，走。你真是在那儿啊，这个网子我长那次快，这个网子没那次快，没事，嗯。啊，魏姐从左，魏姐左一下让我看。吕教授的毛病我看出来了啊，等一下。魏姐左的这个还左的好着呢。